戴和里男性学暨性医学史。那因为今年呢是男性医学会的第30周年，所以说我们特别集结了这10届的理事长与秘书长来这边跟我们分享说这几届以来的这些故事。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第7届的秘书长蔡维公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请问在这3年当中啊，第7届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回忆的事情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麻烦跟我们会员分享一下吗？其实第7届的时候大概是2011年左右，那时候刚好台湾承办了上一次的亚太的性医学会议，那这个算是台湾第2次承办，其实在前一次大概已经到2000年左右了。那这次承办来说，它就是跟2000年的时候比起来，参与的国家或学者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那时候会议是在高雄举办，那当然以那一年来说，我们第一年的主要的任务是去承办这个国际会议，让它能够比较顺利来进行。那不过其实我接秘书长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国际会议他们的筹划有说到1年或甚至1年半前就开始，所以是我接办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已经很完整的，大概筹备了快1年左右，所以其实我是后来半年才加入这个国际会议协助的团队。对，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去看国际会议它怎么来规划，怎么来进行，然后在实际上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学着去处理这样子。那想要请问说，秘书长就是是第7届嘛？第7届是几年到几年？那这3年当中，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推动的一些事情？其实应该是说，学会它其实上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组合哈，所以每一届的除了例行每年的大会之外，那看每一届的理事长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大概大部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啦哈。那在那3年来说，我们大概有一些想法是说，希望能够有吸引更多的医师来做男学的讨论，那参与男学的互动。所以在以往来说，大概可能每年的学术活动本来是1年的年会，然后可能加上一次另外一次的学术讨论会。那次我们开始想说，我们把它更的广泛，然后能够去跟更多的地方接壤。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就是每一个季都有个季的机会，每一季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然后也慢慢脱离说都是在台北，或者是说他在南部，那可能慢慢拓展到其他的县市去。所以那年大概我们开想说要办多一点点的学术活动，让更多人来参与男性学这样的领域。对，那主要是我们那时候的概念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当然推动说，希望这样的男性学的一个跟病人的诊治卫教治疗都能够从医院到基层都可以参与。所以那年我们也去争取了说，让基层医师来做这个关于男性更年期所谓睾酮低下症，他在诊所的个检测的健保的给付，然后让基层医师也可以就这个领域去帮病人找出他的状况跟问题，来给予协助这样子。那医师，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3年中有办很多机会，一些或者是年会等等的。那在执行方面，尤其是您是担任秘书长这个角色，在执行方面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其实应该是说，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在学会来说就是一个基本的会员嘛，哈，就他们来参与一些活动。所以事实上，我以前在学会里面的比较行政的这些参与的角色相对是比较少的。然后，但是杰理事长他其实还蛮照顾我的，所以事实上他是给我来学会当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他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来说，我可以跟男性学这个领域能够多一磨斧，多参与。然后也希望他说这个情况下，我可以在如果我有这个意愿的话，那就是可以在男性学这边再多贡献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所以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成长，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对我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那想要请问，就是秘书长，就是因为过去历届理事长跟秘书长大多都会在同一个医院，那可是您与这个检医师是一南一北的一个状态，然后委员也都分散在不同的医院，那是不是在沟通或者是一些协调方面会不会联系上有些遇到比较麻烦的状况吗？对，其实是蛮特别的。委员应该指的是理监事，理监事本来就是从北中南各个医院结合在一起的，那固定可能1年，3次或4次的一件事会，那本来就是以这样方式来运作。但是理事长跟秘书长在不同的医院，这倒是在学会来说我们是第一次遇到，因为在以往的前辈都会找比较自己医院的
年轻医师来担任秘书长的这个职位。那我就觉得这是简医师他非常独到之处，那其实是给我们后辈一个机会了。好，因为其实不是每个医院他都有很多的前辈在良性学的已经在参与，或者是有比较完整的发展。那像在马偕来说，在我之前当然有良性学的前辈，但是后来他就离开马偕了，所以在马偕来说，事实上我没有前辈做这个领域。那简医师提供的这样一个跨院合作的方式，其实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其实可以借由，虽然不是自己医院没有这样的医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在带领我们，可以去参与医学的会议。好，那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是他的秘书长，那财务长是 Nico 长庚的陈玉医师，就现在的现任理事长。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个跨院的三角组合，所以事实上来说，他其实是提供我们机会，让他没有再局限说以自己的一个医院当成一个运作的一个考量，他是希望不同的医院，那如果年轻人有兴趣，那也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做学会的工作。那不过的确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像现在有这些Webmeeting那么方便，所以那时候在联络上大概还是都是以 email 大家讨论，那个时候就可能真的蛮难学会的秘书秀珠扮演这个角色去帮我们协调啦这个部分。好，然后再说回来，就是说在之前的确我在这个部分的行政参与的经验真的比较少，所以事实上在很多的会议上面的一些规划的部分，其实我的经验比较不足，那可能规划的部分的思考也没有那么全面。但是我觉得简医师很好，他就说有时候他觉得我们年轻人可能也许在方面有些他的经验没有那么完整，很多地方他就会亲自挑下来帮我们做很多其实秘书长该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知道在怎么样做事会让这个事情运作得更顺利。对，所以非常感谢简医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与简医师的沟通合作上，有没有出现比较意见不合的时候？倒是不至于啦。简医师毕竟是我的长辈嘛，那他在南医学其实上已经耕耘很久，也非常有成就哦。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秘书长都是会配合医师长的一些想法去沟通。那当然，实务上面，当然有些 detail 的部分，当然每个人的考虑到情况不一样。那如果有一些部分，我们呢？也就提供我们的建议，那当然解释是非常好沟通的，解释是非常 nice， 非常 friendly 的，对，所以大部分都很 OK。那我想大部分的合作上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好，那我想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我们在北南地，那通过这些合作的方式，事实上我觉得会议务上的沟通都还蛮顺利的。倒是没有到两边意见相对很多，一方面我们也不敢，一方面有时候解释也很照顾。那这个男性医学会现在已经30周年，这样想要问一下医师，就是说，当初是有什么机缘会想要加入这个男性医学会？你当初是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吗？好，其实泌尿科的领域范畴还蛮大的哦。那除了从肿瘤啦、那结石啊、排尿障碍到男性医学，都是它的其中一个分支。那其实我对男医学方面其实一开始就蛮有兴趣的。那时候我的见习的指导医师是长庚的吴继如医师，那也是我们医学的前辈啊。那时候我就没有蛮有兴趣的，所以吴医师他在门诊，有时候到晚上他还帮病人做了一些夜诊的一些检查，那我都有留下来来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哈，因为男医学其实他跨了说从他的身体的一些机转啊，然后到病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压力，那在治疗上。那时候的确是在胃肛的时代之前没有那么多的武器，所以很多病人需要一些侵入性的针剂，那配一些跟病人沟通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有趣，跨了一个从生理到心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照顾的一个疾病的领域，所以我就蛮有兴趣的哈。那后来大概到医院来当，慢慢接受泌尿科的训练，慢慢受训完成之后，那在选择未来的方向的时候，就会在这方面就多参与。不过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在马偕之前做男学长辈，后来离职了，所以这边其实我没有这样的太多的前辈可以给我指导。那其实学会来说，还是提供一定更好的一个教学的平台。所以想说参加学会，我可以在里面也可以多听到一些不同医院的前辈的一些教导跟建议。好，那事实上除了那边学了很多学术的收获之外，我觉得其实男学生是一个很和谐的大家庭嘛。哦，其实不同的医院的这些长辈，他们前辈，他们其实对我不同医院的这个后辈，他们还是都很照顾我。有问题问他们，其实他们都不胜其烦的给我一些意见，或者一些建议。哦，所以事实上，在不同医院的这些前辈身上都，都对我来说都收获良多，我都很感谢他们。对，所以这样子来说，我就在人医学里面慢慢去耕耘，
然后后来在简医师的建议之下，我也是在2010年左右去美国进修生理学的部分，对，然后再回来之后就是可能在这边更了解，然后就是更专注于这样的一个领域。这样子，蔡医师现在好像是担任这个男性学功能性委员会的主委，是不是？我是男性学，我们这个学会底下有几个功能性的医学会，那一个是所谓的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委员会，那是暂时说在功能障碍里面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多的部分，对，那么是现在是担任主委，然后有很多委员我们来协助我们一起在推广关于男性性功能障碍方面一些的活动，或者是为教或学术的推广。那是不是有出一本书，就是好像出第二节男性性功能障碍教科书，就是这一本？应该是说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学会的另外一个组织，我们是所谓的台湾 State， 那它是勃起功能障碍那咨询及训练委员会，那的前面的各科的前辈老师们，那它是跨领域的，不止泌尿科哦，它有加医科，然后有新的代谢科，有心脏科，那不同的医师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出版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本书籍。那当然，那所涉及的目的是比较希望给医药人士哈，那或者是医学生的，在这个男学方面，他有一个中文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教科书可以去当一个学习的素材。哎，那因为这本书到现在大概也有十来年了啦哈，那我们觉得现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它做一些内容的更新，然后再扩充。那刚好我这三年也担任 State 的秘书长，那所以在说我们就跟理事长、跟简大师、简王明医师一起合作，然后再邀请这些前辈们，还有这些比较中生代新进来领域的医师们，大家一起把这本书再做一个革新。那预期在今年出版，然后跟大家分享说这男医学一些比较更新的、那更不同范畴的、不同角度的一个学士的介绍，啊，推广给有兴趣的专业人士的。所以今年就预计会出版这个第二次。对，事实上我们现在编辑作业正如火如荼，已经到三教的情况，应该很快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那最后医师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这个男性医学，就是其实大家也都越来越重视，那觉得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目标和展望吗？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因为寿命比较长嘛，哈，然后大概年纪增长之后，事实上健康的状况其实是还不错，所以从以前呢，我们就是年纪大我们是追求健康而已，那现在人在追求生活品质。那现在医学很多问题，事实上跟我们生活品质有关系，包括性功能，包括我们更年期的部分。所以我想在这方面的未来的这个整个大众对这方面的需求可能是越来越明显的。那学会在过去到现在在这个角色上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推手，那一方面去跟病人做这些卫教，那做这些资讯的传播，一方面训练年轻医师，然后在这方面增长他的学识，然后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帮病人治疗的一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大概就是在学会，事实上我们之前我们说受惠良多啦，前面学会的一些师长给我们很多的这教导，然后让我们在这边成长。那我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方面再努力，然后能够秉持让学会永续经营的概念哦，然后继续能够把这些学会的经营，不管在卫教啊、学术活动，或者是这些概念的推广上面，然后继续跟同侪好朋友们努力，那让能够更多的医师能够来参与男医学的领域。而且现在我们也不只是男性学，我们现在已经顺应世界潮流，变成是两性。性功能障碍就兼顾，所以我们现在叫男性学暨性医学医学会嘛。好，性医学来说，它就比较男女性兼顾。那一方面也是继续安排做这些卫教的推广，然后做这些广大众的关于这些男性健康的，还有两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医师的提醒。好，谢谢医师。那我们很谢谢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对过去这三年来的一些推动，以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之外呢，在未来的一些展望还有目标上面，我们的蔡医师都跟我们做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谢谢蔡医师的分享，谢谢。